Thank you.
上帝下，我已经了。
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你爱，你爱。
放弃，永远不离开我。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跟随你，新家园。
How we love you.
beautiful man, Jesus. You're the beautiful one. We love your name. How we love your name, Jesus. You're the beautiful one. We love your name. How we love your name, Jesus. You're the beautiful one. We love your name. How we love your name, Jesus. You're the beautiful one. We love your name. How we love your name, Jesus. You're the beautiful one. We love your name. 我何等爱你主耶稣，我们何等渴慕来爱你，我何等爱你主耶稣，我们何等渴慕来爱你，我渴慕来爱你耶稣。
在这两天中，他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他也指引我们的方向。我们感觉到他的爱在我们中间连接我们。刚才有家人同工来跟我分享说，他觉得神把一个更深的爱、更深的合一跟委身浇灌在我们中间。今天早晨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session， 或许这时候可以有一点回应，也有一点邀请。在这个旅程中，有些是走了一阵子，有些走了很久，有一些刚刚来，但是我们会知道，这是永远不会停止、永远在进行的一个往前进的旅程，一个合一的旅程，一个回家的浪潮。青年人要到位，各族群要到位，要对准神的心意，彼此相爱，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就相信神的国度要降临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度要降临在这个土地上。所以早晨在这个时刻，当我们继续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对准神的心意，我也做一个邀请。你说是愿，我愿意参加，我愿意加入，我愿意继续的委身，或者我愿意委身在这样子的一个回家的旅程里面。你就可以举起你的手来向神有一些祷告，这是我们跟神个人的关系。你说是，我看见这是一个圣灵兴起的浪潮，这是天父喜欢的心意，我愿意加入，我愿意继续，我愿意委身，直到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彰显，看见你的国度建立。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成为那关键的少数，影响这个国家，我愿意对齐你的心意，我愿意再一次的委身，我不是选择可有可无，我愿意尽我的力量与我的家人一起同行，彼此委身。这样的家人你就举起手来，我们有一点祷告，我们继续的跟神祷告，你自己跟神祷告。
天父，我们要对准你的心意，我们这时候向你回应，你的无比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个人，在我们的国家中。我们相信，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有无力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微小的人，我们能怎么能来改变这国家？主，我们今天要到你面前来相信，也要宣告说，是我们一个人不能，我们走在一起合一，你就能了，你就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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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心意，这个国家要被转化，这个土地要被翻转，你就是使用。奉主的名宣告，我们是同合一的同行，而且你祝福旁边的人，祝福旁边的，你祝福旁边的弟兄姊妹，祝福旁边的家人，我们就在一起合一的同行。哈利路亚！我们要开口回应，我也主。Oh,
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儿女，主啊，你的教会连结在一起，是你永远的心意，哦，也是你对台湾永远的命定。所以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赞美你。哦，主啊，主啊，虽然，哦，主啊，主啊，有很多外在的一些事，哦，主啊，有很多的变化，但是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主啊，主啊，我们因此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信你，哦主啊，主啊，让我们看见，哦主啊，主啊，你的家，哦主啊，主啊，众教会在这里，哦主啊，在台湾，哦主啊，这个贵族灵已经长起来了，哦主啊，我们的根已经，哦主啊，连起来了，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主啊，以至于，哦主啊，这个竹林是不能被吹倒的，哦主啊，竹林，哦主啊，主啊，我们一起站住。我们的根盘结在一起，抓他们的手，牵着手，我们心连着心的时候，我们的根也连着根。哦，主啊，我们一直来到你面前，说我们谢谢你，抓但愿这样的根的连结，哦，抓从我们这里一直到各城市，抓各个年龄。